庆祝端午节的方式可以年年咁新鲜。今年生力啤酒就同大家一起玩转赤柱大街，当日气氛热闹，成个嘉年华会咁，实行要同大家齐齐欢度佳节。因为我细个嗰时咧，我已经好中意赤柱啦。赤柱里面咧就系东西汇聚嘅人，老中青乜嘢人都有，所以咧我今时今日一定要喺赤柱咧搞呢个龙舟嘅 event。当日多元化嘅精彩活动有小丑踩高桥，又有靓女 model 替大家贴纹身贴纸。当然仲有最刺激嘅啤酒竞饮大赛。胜出者有啤酒饮之余，仲有奖品添啊！非常之醒目，你睇会周围咧，每一个消费者都非常之投入。我哋饮杯，嚟！街头巷尾，人人尽情投入，一齐嚟胜利！